四，左脚开立步。好，接下来开太极，一，双手慢慢上举，二，屈蹲，对手下按掌，三，微微右转，观掌，四，微微左转，招观掌，五，回正，坐胯坐好，坐稳。好，六，慢慢的起，向左拨开，七，慢慢的匀，向上匀，向左匀，下。好，八，九，慢慢的起。好，这是开太极的定式。接下来上步打击，一，沉胯，卷脚，转腰，搭手，回正，交换重心，上，三，上步，四，弓步挤出。好，这个弓步要注意的是，你的身体的方位要维持正十二点。再来，你的脊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左手成横式，右手成直式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右皮筏式，一后坐，把手松下来，二身体向三点方向转身后脚，双手慢慢扬起来，三移重心的时候松右脚，双手也慢慢的坠下来，四上右脚成定式皮筏式。好，这皮筏式注意点，身体要正三点，再来你的右脚脚尖微微翘，不要翘很多啊、哦。然后你的左手护着右手，右手的高度中指对鼻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揽雀尾，一成弓步，整个腰膨上去；二后坐，转腰里下来；三一样维持后坐步，转腰回来搭手；四弓步挤出。五转腰捧手，六加一个云，加一个离，好云，加一个离下来，七转回来中间，然后搭手，好八，你出加一个切的动作，九后坐松手慢慢翻掌引回来，十慢慢转腰插掌，十一腰转回正前方分开手。十二成弓步按出，接下来今天教的斜单边，一后坐，前手松掉，按掌松掉。好，二身体转身扣脚，转很多，所以你要扣的跟着很多。三移重心，勾手勾脚。四成胯转一点身，再上步。五成弓步定式，按掌完成。好，这个叫斜单边。接下来左右扳来，一横跨向前滑行，二右手观掌后坐步，三成弓步回来抱一颗球，四这个球随着身体的转动带到前十二点，三移重心下，好五来上步观掌停，好这个定式停一下，好让大家看一下，好停，好维持后坐步。